这是随乐园掌柜的。哟，我没欠你们酒钱，我。五爷，出大事了！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坐坐，慢慢说。今天呢，我在店里头上香，来了一个人，您说怎么就那么巧啊？他竟是二泉手下的人。你怎么知道的呢？您听我说呀，后来我说了您的好，说了四王爷的不好，又骂了二泉，结果他就把我打成这样了。哟，你看我这篓子捅的我。 这都祸害到您了，你看我。哎呦，祸害我是小，要紧的是别伤着您呢，伤着您可就大了。不是，我还是听不明白这事儿怎么拐到我身上了。您听我说啊，后来这家伙喝多了，他就冲我嚷嚷，他说：“你赶紧给你们五爷多上两炷香吧，反正他也活不了几天了。”哎呦，看来又有人惦记我这脑袋了。王爷，我这么跟您说吧。 那小子，我仔细打量了，一身的腱子肉，肯定会功夫。腰里边沉甸甸的，不是带着银子，就是带着家伙。多谢你啊，不过这事儿我也没法防啊。老五，咱们还是加点小心吧。 进来吧，来都来了，还藏着躲着干什么呀？甭怕，小子，就我一人。嚯，带着家伙呢。你就是那个五王爷？哎，你这话问的就多余。你不就是采好了点奔我来的吗？我就是老五。 一点水都不沾，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小子，你瞧瞧你问的这点话，我都没法答对你。你不就是个刺客，奔着我这脑袋来的吗？知道了，你就不害怕？我啊。 您是刺客呀，还是走亲戚串门子呀？怎么还跟我聊上了？成，聊完了再动手，咱也不耽误。我说，你是这么举着刀聊啊，还是咱俩坐下，边喝边聊？不敢坐呀，不敢坐一边站着呗。 小子，你刚才问我怕不怕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还真有点怕，没个不怕。可我不是怕你，我是怕你宰了我之后，接茬就有人宰你，那怎么办？谁敢动我？谁敢动你啊？ 感动你的人多了，小子，我问你。
你是不是替二全来杀我的？你要是我们全哥不撒嘴，你不让他活，权威镖局的弟兄也不让你活，哼，这就对喽。二全憋着宰我，那是受人收买，这我不说你也明白。我咬着他不放。 就是想把他背后收买他那人给咬出来。你把我宰了，那必得惊动九成啊！我好歹是个王爷，没错吧？啊，一个王爷，再加嚷嚷给杀了，那还了得？朝廷是必破此案啊！这案子破了之后，这纲谁定啊？啊？ 你跟你全哥傻小子，你当你这儿帮着他呢？你这叫往沟里踹他，还外带上你们镖局那帮弟兄们，跟我好好聊聊。